假设它变成是一个，现在应该还可以用，以后变成是一个一个 routine 的量测设备的话，变成它那光纤头一定要再经过设计，它必须对收光的范围，不然你一直用手在那边找那个光，而且就会有能源的问题。让它比较多的面积，对对，面积让它比较多的光的面积，让它很多偏比较好收。哎，所以你们用不同的电极，它一样有抛光效果，但是发出的光却不一样。对，然后抛光效果也会有好坏，就是说可能某些电极抛出来比较快，但是一定会有抛光效果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就不一定，不是每种电极它都有抛光效果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直遇到的一个瓶颈，就在于说。对，但是回先不，就是有没有任何一个案，就是你们在做的时候，它是用不同电解液，但是都有抛光效果，而且发的光不一样。有，也有这种状况。就是比如说现在你换另外一个，比如说我们换磷酸铵，对，它一样的抛光效果，但是颜色就会不一样。对，甚至可能它比较暗，它会比较暗。当然是硫酸钠，硫酸钠，对对。然后有抛光效果，但是光不一样，光不一样，但是好使，完全就不一样。对，所以我们的对，我们要找源头的话，这样就是好使，因为你都有抛光效果，代表而且你又不同电极，对，一定，例如说可能绿变成氨，氨也有解离之后，地不一样，状态不一样，波长不一样，那就好。好，跟他关系一样。Thank you.
现在还在，现在还在录吗？现在还在录。现在不用录吧？不用录。没差。哦，没有，哦、就是荧幕没有录啊，我们只是让这个产生器。产生时候可能都不用录。还没找到刚才为什么这个不行？再试一下。软体灌太多。软体灌太多。因为它这个程式它出版本从7.2灌到8.1，它之前。我说你们灌了太多版本。应该是。然后换这个就可以看这个班，它就是三角形，不太一样。就是当初，哦，这个政府要把一些那个所谓的法律集中到那里，有那里的金融中心、还有塑胶中心，还有机械自行车中心。所以它那一块是算工业区，它就是其实是蛮财政工业区，算蛮多的工业区。哦，是当年政府。我现在在高点，我先看有没有光球。所以，我只是我们蛮好奇。没有，要高点。这两总部在南区的，那是什么？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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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量不要。有一条两条，我还要再动吗？目前没有。目前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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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。诶，感觉没什么信号了。好像怎么样？有一根啊，有一小根，有出来吗？有出来，有一根比较在对比较长，有一根。有力吗？有。刚那位置就有，又有了，对对对。现在，对，有，哎。我觉得很不明显，就是。不明显。现在 OK 吗？信号很不明显。你这样 OK 吗？还是他要在调位置？嗯，再调，可以，可以再调，再调位置会比较好。可以拿个调位置好了。调位置会好一点。现在这次摆的比较中间一点。谢谢。
你们刚有录下来吗？有的，主要有的。旁边一点点，我一定要关掉，会更安全，对吗？怎么样？会不会这样 OK 啊？这样看看。好。那关了。关灯。行，开灯一下，开灯一下。这样子。OK， 好，可以。有，这次有，而且不止一条，有两条辅线，现在有吗？有，主要的有两条。很像画图一样，这个就是在抛一张图，就是这样，那就这样子，那这样子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的时候就很像一张图画，没有那种细节的。现在浓度是3%，要浓度再高一点，还是浓度更低一点？对，就调到6%。如果要精简就是6%。那帮我调到6%。你刚用出什么很酷的东西？哦，这是告诉你可见光的范围，然后什么颜色？光会不一样，这样就会，你就可以知道哪个皮肤强度吧？强度是很差，强度更强。对哦。想说看看是什么，那先存的，先把日志平摸存起来。